网红郭鬼鬼因拥有甜美脸蛋、火辣身材，被网友冠上了血乳战神的封号。近日郭鬼鬼的 IGFB 账号突然冒出一则不是他本人所发出的贴文，贴文的开头就写道：大家好，我是鬼鬼的妈妈阿姨，现在偷登他的账号。原来是鬼鬼的妈妈发现女儿最近情绪比较低落，在偷看对方的手机后，惊觉女儿已经整整一年都没有主动跟别人聊天，因此特意发文帮女儿征友，并附上了鬼鬼的性感自拍照。对此郭鬼鬼隔天公开了妈妈的火辣美照，并在文中表示已经找到了盗号凶手，以同样的方式回敬妈妈。只见郭妈妈身穿短裙，搭配黑色丝袜与长靴，大方展现纤瘦美腿，让网友们纷纷留言惊呼，完全看不出妈妈47岁了，确定不是姐姐吗？真的太漂亮啦！Bye.